哇，好香哦！这道大家如果过年做啊，绝对是最快清盘的那一个。真的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，而且速度很快，也蛮有成就感的，而且也蛮好吃的。野菜之路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过年的人气零嘴——全素小酥肉。它真的超好吃哦！这道大家如果过年做啊，绝对是最快清盘的那一个，最热销。对，马上直接清空的那一种。然后它过程又非常的简单，又非常的有趣，所以很值得大家试做看看。好，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就只有鲜香菇。那腌料跟粉浆的部分也都在食谱上面了，大家可以先截图下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鲜香菇把它去梗，把它的梗切掉。那这个梗要留着哦，这梗切下来留着之后，等一下直接裹粉浆下去油炸，超级好吃，超级。再来，我们煮一锅滚水，再加一点盐巴来煮我们的鲜香菇，那大概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香菇已经汆烫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取出来放凉。那这个汤不要丢掉哦，它可以直接变成你的高汤。就之后如果还要煮其他的，可以直接拿来用。放凉之后呢，我们用剪刀以螺旋的方式把它剪成长条状。香菇剪好之后啊，我们就把它放到纱布里面，把水挤出来。那主要是要把那个里面的香菇水的味道把它挤出来。那如果你没有纱布的话，你可以用棉布或是用手挤，但用手挤就要比较小心，不然它会容易断掉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碗，然后放入刚挤好的香菇跟香菇梗，我们就开始调味，加入香油、酱油、酱油膏、盐巴跟糖。用手轻轻按摩，搅拌均匀后静置十分钟腌制。在腌制的时候，我们先来调粉浆。那准备一个碗，在里面加入苏打粉、营养酵母、盐巴跟五香粉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到没有颗粒就可以。哦，还有水。那这边有一个注意的是，我们今天的水是180克，然后粉是100克。那因为每家厂牌的酥炸粉或是当天的湿度也都不一样，所以需要的水量会不一样，所以大家还是用肉眼判断比较清楚，就大概到这种稠度。所以你的水不要一次倒，水就是慢慢倒，慢慢搅，慢慢倒，慢慢搅这样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到没有颗粒就可以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把腌制好的香菇把它丢到粉浆里面去，把它裹均匀。还有香菇梗。对，就一起丢进去。那现在准备一个油锅，把它烧到150度。那等一下呢，就把香菇一条一条的，不可以全部一次倒呀，一条一条的放进去，然后连着那个香菇梗也可以放下去。炸到黄色之后呢，就先把它捞起来。
捞起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把油温拉到180度，然后再下去抢出40秒，就可以起锅了。七味粉或是胡椒盐就可以享用哦。好了，开吃！开吃！哇，好香哦！外皮有一点点奶香哎，对不对？营养酵母的关系。粉浆里面加营养酵母下去拌，那很酥哎，超脆的。然后你最后还有拉到180，再去给它抢酥，把那油逼出来。单吃其实它不是非常的油。然后还有一点啊，我们刚发现今天是刚好拍摄的时候寒流来了，油炸锅的时候啊，如果天气很冷的话，你温度到了火不要关，因为如果你把火关掉或者调小的话，那个温度会降蛮快的。人家说的炸功就是在这里，就是你要看你的天气现场状况，那你的火要转小还是转大，尽量让它控制在那个均温150的时候。我来加上看这胡椒盐，那这个胡椒盐是上次做披萨的时候有做的。那如果想要看这个胡椒盐的做法的话，可以点这边。胡椒盐多了那个青花椒的香气，那我更喜欢你原本这样，原本这样我就觉得非常好吃的。跟你讲，这个香菇梗啊，真的很好吃。比较怕菇味的人，把那个菇的水分挤掉，他会吃不出来那个是香菇。但如果像我们都很喜欢这個菇味的话，那在挤的时候其实不用挤太干。哇，那香菇梗好香哦，而且水分好多哦，给我一打香菇梗好不好？只要香菇梗就很优秀了，而且香菇梗的口感会比这个香菇片的条啊来得更扎实，更有嚼劲。这种香菇片的条啊，就是小酥肉。它是小酥肉。对不起，小酥肉吃起来会让我联想到鳗鱼。鳗鱼啊？它没有鳗鱼鱼肉的那个柴的口感，它是滑滑的口感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鱿鱼饺。深海鱿鱼大的那个，大的那种比较滑的那种。那种口感有点像。过年在家里真的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，就是烫一下，剪一剪，炸完之后就一起吃，而且速度很快，也蛮有成就感的。晚上当过年年菜也可以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记得帮我们订阅，还有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今年是虎年，虎生风。捡起来的口感跟一整片的口感不一样，这样单吃你没有办法直接联想到香菇，是蛮特别的手法，厉害，小酥肉。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鲜香菇，没了，就只有它而已。我要把那整包鲜香菇都炸掉，超好吃的。